大家好，我们影子梦支队现在还在这个水果湖省侨联的这个仓库，因为货车晚点，原预计是昨天下午2:30能够到达的，运送的一批75度医用酒精，但5:00才到。我们完成了整个下车的工作之后，分发人员，我们团队还在现场。哎，这是我们的会长，我们的会长，这是哎我们的工作人员，哎我们的管理。然后我们分发完这个社区的这个物资，然后填写了单据，还有公安，还有这个医院。我们的志愿者车手已经开车驶往了各个医院，把医用酒精分发给各个医院的一线的医生们。我们车队已经连续工作十多天了，现在还在坚守在现场，然后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饭。然后我们这里的还有这么多箱酒精还没有拎走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等待。我们在这里等待过来拿物资的这个车手，还有社区，然后我们的酒精200箱，因为货车晚点24个小时，今天下午5:00才到，然后刚好赶上了我们一位朋友的生日。我们志愿者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我的一个朋友吓死人，那个那种。吃饭。吃饭。对。吃饭。现在我在完成任务之后回家的路上，我们今天整个给医院配送的任务有30多家，现在已基本上全部送达。因为武汉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，我们的城市生病了，我们应该去呵护它，照顾它。一线需要我们社会援助物资越来越少了，我也希望这一天早一点结束，我们又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，我们应该是有希望的。武汉加油，武汉加油，武汉加油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